图，很多女孩害怕她的肌肉在健身后会变得更大，就像西方的健美运动一样。事实上，肌肉变大，体脂率仍然很低，这并不容易。但力量训练是可以让你变得肥壮，力量训练增加你的肌肉，并且你的饮食不受控制，就有可能变得肥胖。比如这个名叫伊娃的女孩，经过两年的锻炼，她从未注意饮食，变得肥胖而壮实。图，伊娃刚开始锻炼，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更好。锻炼让她的胃口都变好了，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，她将苗条的身材变成了一个肥胖而坚实的身形。幸运的是，她的身形仍然非常好，有种独特的曲线美。图，伊娃展示她现在的身材，尽管她变得肥壮，但她的曲线却很美。她将她的照片和她自己的健身体验分享到网上，没有想到每个人都在赞美她现在的身材，认为这是古典时期的希腊女神身材。她拥有健康看似肥胖的身体而不失美丽。图，伊娃对她的身材也很满意，只是觉得自己充满力量，喜欢吃什么都随便吃，穿衣服也很好的体现了她的曲线美。图，下图是伊娃的生活照片，看到伊娃才明白体重并不代表女性身材的好与不好，毕竟人们只会看你的外表，而不是关注你的体重。如果你的身材好，体重并不重要。图，据说女性身体的标准是腰围与臀围比为零。七，伊娃的腰围与臀围比接近0.7，所以就算是身体肥胖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她的身材比例很好。对此，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健身问题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一起讨论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